唉，今天去找小英，她奶奶说她上来了，但是我走这么远，也没看到她。小英，小英，哇，你跑这么远干嘛？你在那里干嘛？哇，我去看一下，她在干嘛？小英，小英，你在家什么？市里啊。市里啊。哇，这快要下雨了。哇，你摘了多少？哇，你摘的挺多的。马上要下雨了。上面都还有呢，我帮你摘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个应该有刺的，这个有刺的。这个有人买吗？有啊。哦，这是甜的吗？还是？这个是酸甜，酸甜的。酸甜，酸甜的。你吃早饭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那你一定饿了吧？不饿。走吧，下雨了，我这摘。已经没有了。没有了吗？好吧。哇，你挺厉害的，摘这么多。啊，是吗？那走吧，慢一点哦。哇，小英，啊，你们这个地方也太美了吧。那今天要下雨了。啊，这空气还可以的，风景也挺好。哇，这个你这个好大呀。对呀。这是今天早上的收获吗？下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在这里干活啊？我这个挖地来种菜呀。啊，种菜，那等雨停了再干呗。嗯，雨停了的话，这个下雨了，种菜了才会发芽嘛。哦。因为之前那个太阳太大了，种的都那个被太阳晒死了。那你多穿一点衣服呀，会感冒的。没事没事，这天气又不冷，这下雨了，你先进去避一下雨吧，我就马上快要种完了的。要不然我帮你一起种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种就可以了，你进去避一下雨吧。啊，婶婶在家里面吧？婶婶应该在家里面吧，我也没注意看。嗯，你先进去避一下雨，我马上挖完了，挖完了你先进去吧。啊，等明天干呗，雨停了。那样子，那样子婶婶会说我的呀。啊，你这个婶婶。你先进去避一下雨吧，我马上种完了。嗯，好吧。下雨了，打湿完了。那你快点回来哦。嗯。小英。嗯。干完了吗？嗯。那你先去换衣服。嗯，好的。你先坐一会儿吧。好的，你快去换吧，要不然会感冒的。啊，你也太辛苦了。没有没有，你先坐一会儿吧。好的好的。